到群众的报警，他家在收拾后院子的时候发现了一窝的猫崽，看那块儿挺特殊的，然后他就给好像派出所打电话，到那时候吧，他把那个小猫崽先放在那个垃圾桶里头了，找纸壳箱把它拿回那个派出所了，再跟那个咱当地驻地的那个林业站的工作人员视频连线，他们一瞅说这东西是豹猫幼崽，就俗称的山狸了，属于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，我们买的那个奶粉奶瓶呢，给它喂一喂。